对同学，依波来对，公告举国众生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名极乐。众苦内面。第一类苦苦，苦苦内面有八种：生老病死、求不得、爱别离、万劫回。这个七种呢，是苦的果报。后面的这种是总说，这个苦究竟对倒位来呢？佛甲咱讲的五蕴炽盛，五蕴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色是物质。咱这身身体物质的一部分，属于色，色法。受想行识是咱现在所讲的精神，所有一切动物，咱讲有情众生。拢是五蕴心，换一句话讲，这个、生命是由精神甲物质组合的。物质是肉体，所以伊爱承受生老病死。精神呢，这求不得、爱别离这样情会也拢爱承受啊。相形、受相形式，色是一切苦的亲因缘啊。佛法里面讲的阿赖耶识内底含藏着受气精智，这个精智是一切苦乐的亲因缘呐。相形是所缘缘。是无间缘，修啊是果报啊，修是什么？你感受啊，受苦受乐，你做作无善因善缘，你就乐受啊。如果做作的是恶因恶缘，也你感受的是苦受啊。三界拢走不出这个定律，这个道理，咱凡夫实实在在讲，毋知影。哪会知影讲世间有即款代志？佛出现伫世间，甲咱讲出人生诶真相啊！
真正明了这个事实真相了，咱这才有救咯。知影家己啊，应该安怎做？一切众生无论去倒一倒去修行，拢有缘，引导你去迄倒去投胎。这伫佛法里面叫做因业，业力做主宰，家己袂当做主。业力牵着你咧行，这个代志一定爱知影。佛菩萨袂当甲咱做主啊，上帝阎罗王也袂当甲咱做主啊。啥人做主宰？主宰业力做主宰。业力牵着咱一个行，你来到领导来，到底是什么款的业力？我跟人讲，你过去生中也把修五戒十善啦，五戒十善啦。这个业力引导你来到临到来投胎，要哪到天道呢？天道是上品十善，也得爱有四无量心、慈悲喜舍，受上品十善，这个业力会牵引你去到欲界天。下面呢是三恶道：贪心、贪利、无厌。这个业力引导你去到五鬼道：鬼贪啊、嗔恚心，引导你去地狱道；无痴呢，引导你去畜生道啊。这是讲因业，你要去倒一倒去投胎，到这倒来了后，今仔日咱这世界上有将近70亿的人，这的人来到这地球来，拢得到人生啦。换一句话讲，一起生中拢是修五戒十善。这一生你得到人心咯，但是得到人心了后，在这一生当中有享受荣华富贵的，有一生受苦受难啊，贫穷下贱，这是什么代志呢？我讲了，这是啊，满业。业有两种，一种因业引导你去倒一倒去投胎，满业是你伫即倒的生活状况，你的精神生活、物质生活，这是什么呢？这都是佛法讲的，你过去修福造业。修福里底最重要的是布施啊，所以布施未吃亏啊。你过去生中常常爱修财布施，你在这一生当中的财富啊，换一句话讲，你的物质生活
伊一定嫁甲真好。无一定讲你是有聪明智慧，这是真的。咱看到这个世间真多这个发大财的企业家，甚至有伊连中学都毋捌读过啊。小学毕业啊，初中毕业啊，伊啊拥有亿万家财。这佛陀经常讲的，这是继续成长，修好无收费啊，也就是讲修财布施，唔知影修法布施啊。有财富啊，无聪明智慧，第二种人有过多的聪明智慧。无在乎，物质生活相当的艰难。我看到真多啊，教授啊，张东立先生、吴秋云先生，真正是聪明绝顶啊，有大智慧。但是无财啊，大批的这个整套的租无钱通买啊，靠着家族过日子，一生做教授啊。每个月提一点啊薪水啊，重点费，这就是佛弟经常讲的，继续成长，偏在发布施，忽略了财布施啊，所以佛教人。两种布施拢爱认真来修，啊，修好个修慧呀、啊，也古布才会圆满呐。福慧双修，福是财布施啊，慧是法布施啊。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无为布施啊，啊，怜悯苦难众生，随时会当帮助苦难众生，果报得到健康长寿啊。如果你会当在经典里面，用这些道理啊参透了，然后你冷静观察咱啊周边的这些人物，你就会看得清清楚楚啊。啊，你家己就知影讲这一生啊，应该要安怎做。下佛咯，你甲看佛，咱念三皈的时阵，皈依佛礼足尊，你是两件代志啊，都两件福甲慧啊，足是满足，都是圆满，佛是智慧福德。两种圆满啊，尊是尊敬、尊重、尊贵，那是甲世出世间一切人来相比，
比这个福慧，佛是第一啦、啊，无人会当甲佛来比。所以呢，福慧利足尊，佛是无量劫来修好修慧啊。释迦牟尼佛一生49年的教学，咱伫经上那亲像毋捌看到释迦牟尼佛用大批财物来布施啊。释迦牟尼佛出家咯，全部财产就是13亿钵，手里也无提金钱啊。每天突破人供养的就是一百饭啊，无供养财物的啊，佛无修财布施啊。你若是安尼看呢，你看错了。财有内财有外财，外财呢是生活之物啦、啊，这个钱财是生活之物，外财啊。咱现在讲到财布施，大家拢认为是外财，无想到内财啊。内财是什么？身体啊，身体是内财啊。咱今仔日讲这义工，咱甲人服务。无求报酬，完全是义务的。这是用什么？用咱的心来布施，用我的体力，用我的时间，这叫做内财啊。内财布施所得到的福，比外财也更加大。啊，外财你有钱布施一点啊，真正无所谓啊。这个你无唔免去操心啊，唔免去努力啊。所以咧，操心努力是属于内财布施啊，财布施啊。你甲看释迦牟尼佛打工教学，教学讲经说法。伊个内容是法啦、啊，身体为大众表演，做予人看，口为大众详细啊解说说明。即、这个教学内面三种布施具足，财布施、内财布施所表演呢。一举一动拢是启发众生感悟，言语之中，达理达句，拢是发布施啊！劝大家断恶修善，劝大家破迷开悟，这内底就无为布施啊！佛一生教化众生，无收人的学费啊！无要求别人供养啊，伊是咱上好的榜样啊！所以，这款的修福。修慧修中修啊，拢总拢得着咯。
凡夫毋知影，下己为人，毋知影修三种布施啊，所以惹内底欠财啊，欠智慧啊。而且呢，阁有短命的果报啊！短命果报是安怎来的呢？佛在经常上讲，杀生害命啊！所以这个五戒内底就讲得真清楚：不杀生，不杀得健康长寿啊！果报是健康长寿，不堕得大富啊！不淫得端庄啊，相貌庄严啊！不饮酒得智慧啊！不迷惑，不颠倒，不妄语的信息，你的话有真侪人会当相信啊，会当甲你学啊。每一个修学的科目，拢有啊，殊胜的果报啊。凡夫毋知这道理，毋知事实真相，迷惑颠倒啊！啊，来啊，先来对迄个经济，善经济未去现形，恶经济去现形咯。为什么呢？拄着缘咯，你念头不善呐。想啊，你的行为不善啊，你哪会当有乐修呢？啊，思想不善，行为不善，你受一定苦啊，无乐啊，无因此生苦啊。身心烦恼。压迫你啊！现在人讲的，互你压力啊！这是苦苦啊！第二大类坏苦，我甲你提出警告咯，有听你即个冤业无错，继续成长。受了一点仔善业，你现在伫即个一生当中有地位、有权力、有关系、有财富，你的满业好啊，乐啊，但是你。有去想到，可能讲的乐极生悲呀。这乐啊，真恶，保持啊，不求自果啊，乐乐是坏苦啊。安怎呢？到乐。过头咯，乐就产生变化咯，好就来咯。咱常讲呀，乐极生悲呀。古人讲了，
真好，讲了真多啊。但是一般人无听入去啊，无咧在意。常常大意疏忽，伫咧享乐诶时阵，造作恶业啊！啊，免讲别项，世间人以虾米为乐呢？总是以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你即来对？最容易起这个贪心呢？一个是色欲啊，一个是啊食欲啊。好食，一个好食，就免不了会杀生啊。啊！你杀害这众生，吃伊的肉，这当时感觉真快乐。啊，你是不是有想到讲将来害子啊？佛在经典上讲的，讲的是真话。人死为羊，羊死为人呐。互相吞食，冤冤相报啊！这只羊，伊是不善的业，拄着不善的缘咯，对在贴心心。今仔日拄到咧，你甲食落，伊毋是甘心情愿互你食。现在咱常常听到有人咧讲啊，弱肉强食啊，适者生存，即两句话误导了一切众生。讲即个话的人。伊要派因果责任吗？这两句话是错误。那果照这两句话去做，你也知影后面有两句咧，你就唔知影咯。后面是多两句咧，冤冤相报，无完无了。你那将这四句拢念出来了，你的警觉心就提高了。到古不现前的时阵，后悔是未赴咯。英国大师，你看伊老大人一生教化众生，伊非常重视因果报应。讲因果报应，伊啊总是会提到安书专书，讲因果报应讲甲上透彻，讲甲上清楚。基础啊，基础伊
介绍的啊，劝人一定爱读的是《感应篇》里边。伊劝人读即两本书，啊，因果报应的代志千真万确啊！啊，你只要宁静观察，拢伫咱的身躯边，活生生的伫咧实现。一个人未遐颠倒啊，伊看袂出来。非常可怕，非常恐怖啊！所以。啊，五个人，明白的人，有大福报啊，有大关系，你干嘛要享受呢？未当享受啊！印光大师上界背后，梵中严先生。宋朝时阵的人，宰相啊，这个叫元帅啊。真正是出将入相啊，啊，大富大贵啊，厝内日常的生活。非常的简朴啊！伊啊，将伊的钱财饲活贫穷困苦的人啊，300多家啊！伊今仔讲的是祖先事业啊，伊做者，咱伫了凡四训内底看到，了凡先生做了宝地第一关啦、啊，收入比较丰富咯，生活也是真正节俭啊，将剩落来财力布施予善恰人。咱伫即内底看到一桩代志，寒天，因太太甲因后生添棉衣，你看家己做啊，毋是摕去外口互人做啊，拢为着省一点仔钱啊。看到是用棉花做棉衣啊，条文先生讲，难道会丝棉真多啊？你是安怎毋用丝棉，要用棉啊咧？太太讲，丝棉卖出去咯。丝棉较贵啊，棉花较俗啊。啊，我将丝棉甲卖出去，买棉花会当加做几领。后生有通穿，也有善恰人会当互人穿啊。你甲看伊存的是什么心啊？念念啊，想着世间艰苦的人多啊。念念总是想要帮助这个人啊，这款心了不起啊！啊，帮助别人不求回报啊！啊，你帮助这善恰人，这善恰人干嘛会当回报你呢？无可能的啊！不求回报啊，这大福德啊！
时时刻刻，念念拢为世间这艰苦的人咧想。伫较早读书明理干悟的人，拢嘛是安尼想啊。所以梵格、梵中严先生一生即就有大福德啊！伊个子子孙孙一直啊，到今啊日家庭拢袂歹，所有个人啊，印光大师一生最尊敬的是孔老夫子，基础呢都是梵中严啊。讲经说法常常会讲到啊，那是咱的榜样啊，那是咱的模范啊。今仔日来明了，人生最大的享受是什么呢？读书啊！最大的善事讲学啊！读圣贤书，传圣贤之道，这是世间第一等的事业啊，无比这个更加殊胜的。但是呢，这缘不是每一个人拢有。咱来知影，咱来认识清楚啊。真正清楚明了。你会甲古人同款，认真努力、勇猛精进啊！你袂放松啊！认真读书，爱写杂记啊！这是什么？达刚的心结啊！这集里面，这内容会当分作两部分。一个部分，这叫经典里面重要的文句。经典太多太长了，不容易记啊。但是最重要的迄个句呢，写伫笔记内底啊，时阵。可以啊，念好熟啊。第二个是心得感想，你啊，逐天只要记这两项物件，几年通天啊，认真努力去做，三五年你就变一个款咯。不同款啊，就甲伫学校读书同款啊，爱写笔记啊，爱写报告啊，大学内底爱写论文啊，你就真做啊！你若无按你做法咧，逐天听，听偌侪年，什么都拢唔知影。即戏听入去，迄戏走去咯。
所以时间啊，一个久是一无所获啊，也不如老实念佛。诸位想看卖是毋是安尼呢？无真正伫个学习里来用功夫呢，啊，你就老实念佛咯。转修正业，成就也不可思议啊！世尊甲咱提出怀苦，是予咱真高度的境界。这内面就是经典内面常常所讲的世间无常，国土未已脆啊。常常想着行住坏空啊，现在人讲的这是自然的定律啦。第三种行苦，行是什么呢？非苦非乐，非苦非乐好代志啊！为什么讲伊苦呢？也伊未当啊，持久，性牵牛果啊，未当永远保持，也就苦咯。要改，即系靠笼中固着，哪讲你修禅定，修四无量心，你升到色界天、四禅天、四禅天内底苦苦无乐。这个生老病死，求不得爱别离，万境会五阴七星无了。也欲有断无？甲注意讲，欲无断啊，无断哪会当利欲呢？伊是定功甲伊复调的，伊未起作用啊。禅定的功深嘛，啊，色界天人有色相，有身体，但是伊无需要饮食啊，所以财、色、名、食、水，伊拢无咯。伊无需要睡眠，无需要饮食，也福报真大，又供电。无苦苦，但是安怎有坏苦啊？什么时阵坏苦？到伊寿命都要尽咯。伊的身体产生变化，伊住的环境也产生变化，这个时阵伊感觉苦了。第一般的时阵，伊完全唔知有苦啊，会进入啊，色界天人化生啊。无爱别离，无万境会啊？为什么呢？迄、那个境界内底拢是修定啊，拢是有定功啊，拢是有善行，修慈悲喜舍，
你无符合这条件，你袂当入去伊的这个境界啊。所以佛法讲戒啊，三禅，第三禅是咱娑婆世界内面的极乐世界。乐啊，乐什么呢？无苦啊。但是你还记得寿命到的时阵，怀苦现前，所以有怀苦，有辛苦。世界天有后面的这两种。造成这种无咯，诶，骨个气气到无色界天呢？无色界天无身体咯，无身体当然无啥供电老过，无需要，所以怀苦也无咯，伊苦苦无咯，怀苦也无，唔过有啥物有辛苦啊？辛苦就是伊诶，这种诶境界啊。袂当永远保持啊，有时间性诶。到上悬咧，非常非常上天，好甲人讲，伊诶寿命是八万大劫啊。可是寿命到咯，伊爱对咯啊，顶面无咯，伊就向下对咯。因为迄个境界咧，伊拢误认为讲伊成佛咯，误以为家己证到大般涅槃咯。啊，想不起来到时阵，哎呀，这未用了。古圣先贤诸佛菩萨讲个，般涅槃是假呀。伊讲不生不灭，我为什么要有生灭呢？安尼一个来，这念头一个起来，迸发、迸发、迸精啊！回谤三宝，迄、那个罪业是对阿鼻地噶，这就所谓是爬较悬啊，摔较重啊，爬到顶头啊，摔落来是摔到阿鼻地噶噶。所以啊，佛讲咯，三界痛苦啊，我《华经》里面的比如三界黑体啊，相对的，在西方叫做世界，这些苦拢总拢无了。这是咱应当爱知影。如云大师阿公的，这是简称天龙时间的人，伊讲到出土咱娑婆世界。甲极乐世界来对比，有十种难易，但这边有十种难，极乐世界有十种易啊。因无苦啊，无苦这就受诸乐啊。第一类，无罪报之苦，西方极乐世界去往生的，无恶报啊，为什么无恶报？无
拢受你做恶业之机啊。也就是讲，西方极乐世界人绝对无恶念，绝对无恶言，绝对未做恶业。信故意三业顺境顺现啦，伊哪有可怖呢？虽然是带药往生，也是带机器心中的这个恶业的种子。咱知影，种子若未拄着缘，未去现行啊。西方极乐世界无恶缘啊，所以大起的这个种子永远是未去现行啊，都、就是。西方极乐世界迄个环境内底，一切人事物顺境顺现啊。咱若希望讲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袂当毋知影即个代志啊。顺境顺现，现在都爱修啊。你可要等什么时阵？心顺境，修清净心啊，真行清净平等，不容好分不净夹杂，绝对啊，唔通去受污染吗？修清净心，再有修法呢，还有婉言放下，在这世间虽然多利，无人无精，无事无求啊，你的心才会清净啊。你若有精，你若有求，你就未清净。有当下问我讲，我甲家己精会用你未？甲家己精心不清净啊？何况甲别人争啊！啊，必须爱放弃家己的妄想分别执着，一切随顺佛陀教诲，随顺经论内面的教诲。伊才会当真正脱离娑婆苦海啊，未过作业啊，不但是恶业未做，善业也未做咯。安尼是呢，咱是不是也都要断落修仙呢？哎，那断落修仙，感受到是搁在做善业，搁断恶业呢？而且是书啊，书上必须按你做啊，心肝内分裂都无啊，断恶不落断恶的相，修仙不落修仙的相，你的心清净咯，心净即佛陀净啊，这是往生非常重要条件。但经顶面讲，本来无一物，
好处掠真爱啊！这个金刚经里顶面讲呀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处处拢伫咧提醒咱，起心动念就错了。咱这个断恶修仙，断恶啊是消业障啊，修仙是背福慧啊。不落分裂就超越了，落分裂会安怎？出不了六道啊！你断恶不对三恶道啊！你修仙是三仙道，这代志无容易啊！所以经教爱惜啊，爱惜头啊，即家己才会做一个明白的人。才真正会当了生死出三界啊，能够刷落来看，修诸乐。头前讲到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不但未做恶业，连恶念拢未生啊！这是迄个所在环境好啊，圣贤诸位啊，拢是。诸仙上林啊，上仙林故回处啊。上仙是讲顶格菩萨，地上菩萨太侪了。你六根所接触的，拢是纯净纯仙啊。所以绝对无恶言。你阿赖耶识内面大起迄个习气啊，精致无物件甲引发出来，慢慢的伫迄所在定功啊，成熟咯，智慧开咯，烦恼。祖祖连连就专做菩提咯，转烦恼成菩提啊！第二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退转，就是凡行动机土下下辟往生的人。也拢是完整三不退啊，无叫一灭即退转，无修道即障碍啊，叫一灭，一灭就是大般涅槃，清净一灭啊。这是修行最高的层次了。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的层次比这低一级。为什么呢？阿维瓦帝的菩萨，阿维瓦帝是无生念的菩萨，回向极乐常常念咩？花开见佛，我无生啊！那是阿维瓦帝菩萨。个气气呢？气气是如来高地啊，一灭念嘛。所以，你求究竟圆满的佛果，
只有进步无退步，无亲像他方世界，咱这娑婆世界更加免讲咯，真较少提较多啊，真无容易成就啊。啊，讲到修道修行，众言太多。偌济修行的人啊，咱到底能发心咩？那像咧赛跑起步，咱伫共一条线，有人走去上头前，有人落伍咯，有人互人淘汰咯。什么原因呢？众言太多了，众爱你啊，有人众爱你，有事众爱你，有无众爱你，也有你的完成这一组众爱你，有形无形啊，太多太多了，这是众言了。什么人会当统计这个丁丁的众言，会当成就的，这个也无别项，一心向道，逐天读经，逐天引教。袂当有一天伤害，所有众言来咯，唔免去管你啊。只问我心在道上，我行在道上，家己细心的去观察，去思维。哪讲我的心行无离开道，无违背佛陀教诲，所有一切众言，卖管你就好了。千万啊，唔通将精神、将时间去研究怎样要去对付障碍，也你的障碍就大了。比如讲。别人诽谤你，你要研究安怎去辩驳啊？这敢不是叫做自找麻烦呢？这个是安怎呢？一个有这个念头，你的心就违背了道义了。佛无教咱去辩驳啊。佛教咱什么方法呢？灭冰呢？灭冰是什么意思？完全卖去差别啊！你诽谤谁在？你诽谤啊！我行我素啊！张公一只棍拍起了后。那无反抗，一只棍就落空了。伊一个诽谤，咱一个辩驳，好，两个人对拍，拍起来了。马不还手啊，拍不还手啊。心在道上，行在道上，用命精进，这代志实在来讲呢，难啊！
一般人袂当忍受啊，难忍能忍啊，难行能行。菩提道上这行通啊，如到要紧的关头，你所遇到的众缘啊，如严重。咱来将这众缘看作是可耻啊，我现在功夫啊，进到这个程度咯，爱通过啊，这个可耻啊。所以众缘无什么唔好啊，佛在经教上常常教导咱，世出世间无绝对的是非啊。啊，这向何佛在倒位呢？实在讲，拢在家己的一念，家己一念净。化凶为吉，转好为福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哎呀，你这修行功夫落用咯，起作用咯。如果你未当念，有一念嗔恨，有一念报复，大福都退转咯。你跌破地图上被淘汰咯，这款的人不知99%啊，不知啊，恐怕是1000的人当中，10000的人当中，真正会当突破的万分之一啦、啊。讲实在话咧，万分之一都拢找无啊！你甲想看麦，下苦的人，哪个是万分之一？下苦的人未少啊，有百万、千万啦、啊，万分之一来讲。真正有成就，嘛有几百个咯，也有几千个，无啊！你才知影讲这个代志偌困难，爱幸福家己的烦恼习气，咱非常的好运。啊，你若问我讲，为什么会当幸福这个烦恼习气？无别项，逐天读经，逐天讲经。大刚在咧研究，全部的精神心力拢在咧经教内底。这些代志无时间啊，无精神去理会，实在咧。不但这些物件无时间去理会，无精神。真正做动手啊，甲我写批啊，我都拢无时间去看，所以我常常劝大家唔通甲我写批。真正无想要看，有当时啊，反正。骨子内底捏着有一张皮，皮还未拆开啊！一个看的时阵，大概是八年前的。拢未记了了咯。所以大家希望大家打经念佛。那是讲问题，记念佛，对个读经自然就明了咯。
世出世间，第一等好事是读经念佛，为人演说，这是经常世尊常常讲的，读诵修持为人演说，这是世出世间第一等的好事啊，第一等的善行。顺境顺现，世出世法无染着，这才真正的大自在啊！就是大自在得不着，小自在啊，肯定是会得着呀。在西方极乐世界，修行无障碍。这个所在无障缘呐，所以世尊才甲咱介绍啊，几个众生，几个众生拢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人，因也无障苦啊，单修自乐啊。这个主路来对，读书太多了，古两条，一个是不退转，一个是无障碍，故名极乐啊。再看第二段，第二段讲。第二之六，头前这四句是总说，下面来分到底有什么六呢？第二之六啊，是居住的六，居住环境的六，咱也咱来看经文，有下利佛，耶罗国土，七中难存，七中乐梦，七中行书。该是四宝周匝为了是个彼个名为极乐。这段是讲第二，众不难思，第二之乐，七种标七颗道品，又标圆满之意。四宝标上六五净四德，这个经文表法的意思。一定要了解，佛甲咱讲经说法，往往也是意在言外啊。七颗道品，就是三十七道品，三十七道品。分为七大类，一个同学拢真熟咯。四念处、四净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圣道。
这个七颗啊，颗都是镭啊。这37道品分为七类，以通大小行，通显密，通中通教，所以用37道品就代表全部的佛法。由此知影，不但佛说法要定隆重地的说法，表法啦，表37道品，也多一个无的说法呢？情有无情，拢总说法。你想看卖，伫这个环境内底，你来退转，不可能啊！无障言啊，咱这外面的人事环境啊，物质环境，种种障碍的，西方叫世界无啊。七，个表圆满，所以。啊，这个经啊，一定要知影伊的意思啊。有真多人看到这个经文来甲我讲，伊讲法师，叫做世界有什么好处呢？啊，四界拢同款，每一个所在拢七中难寻，七中罗网，四界拢同款，有什么好看呢？不如咱这个世界啊。去到倒位拢同款，有啥物意思呢？一位看完了，无想要看第二位咯。伊唔知影，七啊，唔是数目字啊，伊是表法的啊。伊代表圆满，圆满，啥物叫做圆满？你爱啥物款啊，伊就变啥物款啊，迄才叫做圆满啊。真正西方叫做世界居住环境随心所欲啊！你想什么款，伊就变什么款呢？穿衫嘛同款，饮食嘛同款，绝对无需要人工料理啊！居住环境唔免人工去营造。变化所作啊，随心所欲啊，这叫做圆满。你看经常有在讲啊，《无量寿经》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中有讲，你家己的厝较大间，厝就会变大；你家己厝较小，徛小间呢，伊的厝就变小了。你喜欢这个厝在地面，哎，这个厝就在地面了。那个人喜欢的厝在空中啊，啊，那个厝啊就漂浮在空中咯。随心所欲啊，真正是自在如意啊。这才真正快乐啊！绝对啊，袂妨害别人；绝对啊，袂甲别人啊利害冲突无啊。西方叫世界无利害啊，无冲突啊。只有互相尊重。啊，合作合作，
无烦恼啊，伊无梦想啊，无分别，无执着。这尼好啊，这舒心的生活环境啊，所以伊这个代表圆满，七个意思啊，是属四方上下当中啊，七是表一个，这就圆满。一点啊，看含的都无。四宝也是表法，什么是宝？常乐五净啊，是宝啊。常永恒不变啊，无像咱这个世间无常啊。这是现在大家拢知影呀。阮细汉时阵读书，看到主理讲沧海桑田呐，唔知啥物意思。即几年来，天灾人祸太侪咯。一个大地洞，山无咯，田地无去咯，乌鳖无去咯，这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沧海啊、桑田啊。我的当年是住伫个农村，阮的庄头无大，细庄头只有十几户的人，庄头的对面呐、啊、是一个湖，细汉啊，阮常常去湖边去佚佗啊。叫李阿卡去李阿姨啊，我离开故乡五十年了，第一摆回去的时阵拄拄啊好离开五十年，回去了后我无了，我打去了。现在这湖变成了郑州了，变化加大了。我离开的时阵二十岁，二十岁迄年啊，回去一摆，住两个月。变化也无大，一摆回去了后，完全无同款咯。甲较早基地内底是大大无相款咯，这是啊无常啊。亲戚朋友，细汉的时阵佚佗伴，拢无伫咧咯。看了后啊，无限的感慨啊！这七十多年了，真正是一等子啊。想到迄个时阵啊，就亲像昨日的代志同款啊。人生
敢遐会当有一个七十年呢？无可能啊！所以佛地经上甲咱讲的事实真相，世间无常啊，国土微脆啊，国土都遮尔啊微脆，咱这个身体算什么呢？呀，你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无共款咯。西方极乐世界是真相啊，不变啊。呀，咱来问讲，伊为什么不变呢？咱家为什么会变呢？咱这个所在变，就是你有念头，你的念头刹那生灭，念念不住。环境是随着你的念头的变啊，这个道理最近咱体会过较深，看到日本这个科学家做的这个水的实验，啊，这是环境内底一个物质啊，随着咱的意识在咧变化。刹那刹那不住啊！啊，你会问讲，西方极乐世界环境为什么会变？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居民，上对阿弥陀佛，下对反省同祈祷，下品往生的，拢无妄想分别执着。你妄想分别执着就不变啦、啊，所以伫华严经里讲，唯心所现，依旧唯心所现。这个九法界内底啊，有唯色所变，依旧唯心所现，无唯色所变。所以相啊，有相。这是道理啊，也由此知影，只要咱有念头，起心动念，就肯定会变。啊，变的时阵就是无常。啊，什么时阵妄念无咯？妄想无咯？那外面环境就未变咯。这个道理，咱想会通呀。啊，咱去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要有念头无？实在讲，得到阿弥陀佛。本愿啊，微神的加持，诸上千人做咱的同参道友，咱想要起念头都起不出来啊！一真法界啊！我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是主宰意思啊，家己会当做主咯。我是主宰意思，家己得到大主宰，家己会当做主咯。咱哪地即地家己袂当做主？比如讲，我无想老，你偏偏老，你做不了主。我无想要破病，偏偏破病。自家心嘛违背啦，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也能做主了。
身体想大就变得真官大，想衰一点啊，伊就变衰咯，做会当做主啦。大厝拄则讲了，想要大就大，想衰就衰，想什么款就变什么款啦。随心所欲，家己会当做主啊。到他方世界去拜佛，家己徛的厝啊，随心啦、啊，唔免离开厝，厝会当飞行啊，也都是交通工具。这是讲这反省动机土啊，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世尊甲咱介绍，几乎拢是反省动机土的境界啊，互你看到遮尔美好啊。如果到十宝土咧，十宝土你每天去参访十方一切诸佛如来。是毋是爱去迄边去参访呢？去啊，然后再过转来，无需要。为什么呢？去到迄个环境内面啊，时空无咯。你只要想讲要见到一尊佛，这个佛就在面前啊。伊伫伊个迄个世界讲经说法，你就那亲像去到伊迄个道场共款个啊。其实你都无叮当，无横棍，无前后，无前后就是无时间啊。你会当访问过去佛。你也会当访问未来佛，三世诸佛拢伫咧面前啊，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！这叫做我啊！戒定慧三学精相。每天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快乐无比啊！乐啊！世间哪有乐？但是无清净。极乐世界哪有乐？大乐清净，清净什么？心肝内一丝毫都无沾染。真正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也会到六道来无？来啊，上来啊，来帮助六道众生，照顾六道众生，教化六道众生，心地清净，绝对无沾染。天堂内底绝无贪恋，地狱内面。绝对无烦恼，想法界在心内平等的啊，六道想法界内面的人，有苦乐有修，佛菩萨来度化众生无苦乐啊。虽然无苦乐，安怎？有当时啊，装一模样啊。那像有苦有乐啊，为什么呢？安慰众生啊，卖好众生看得怪怪。哎呦，我跟你无同款呢，那就啊无好教咯。啊，所以这佛菩萨行深众生随喜功德啊。啊，总是会让一切众生感觉到
活菩萨跟我差不多啊。啊，安尼才会当激发伊的志向，伊的成就，我大概也会用你哦。激发伊的道心吧，由此知影，无一项毋是来教化众生，毋是来帮助众生。其实，不但是一点不念，不来不去啊。当时。灵魂无量无边心，同时令住无量无边的法界，真乐啊，真静啊。常乐我净的素净德，世间无呀，世间无常啊。啊，世间头前有讲了，三界痛苦啊，哪有乐呢？苦苦、坏苦、辛苦，世间无我啊，我是假啊，未当做主，不自在啊。世间未清净，起心动念拢念有啊。自私自利、贪嗔痴慢，这是讲事实真相啊！下面讲咯，住得深。阿贤变啊，家己的德，一工比一工深，一工比一工广，德深地广。家己同学拢是圣贤。圣。是地藏菩萨，贤是三贤啊。你所接触到的所有的人，拢是三贤十圣菩萨。三贤十圣，十圣毋免讲咯。三贤位，伫西方极乐世界。拢是阿弥陀佛菩萨，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！不可思议啊！啊，咱想到即款诶，生活生活环境，要去倒位找啊？西方世界、诸佛世界内底有啊，毋是无啊。但是问题咧，是条件太侪，你袂当去咯。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想要去无困难啦、啊。别个他方世界，你爱断惑，你才当去啊。换句话讲，见思烦恼断了，你才会生。他方诸佛的
红边有五透，啊，什么是红边有五透？咱常常咧讲的，四性六凡，六道是凡性动机土，四性法界是红边有五透。超越十法界，十法界以上诶，迄是以真法界。以真法界是十宝庄严土啊。迄在虾米人才会去呢？见思断咯，尘沙烦恼断咯，至少破一片无明。你具足即个条件，你才会当生他方世界诸佛的十宝土。西方极乐世界殊胜，殊胜在倒位？凡是圆通基土噶，是宝庄严土啊，无离无别啦、啊。世尊啊，甲咱介绍西方世界内底无听讲过啊。一切诸佛刹土，只有阿弥陀佛这个刹土特别。也四土合作定啦、啊，其他诸佛刹土四土拢是分别的啊，无到定啦、啊。释迦牟尼佛即娑婆世界有四土啊，梵行动机土、方便有五土、十宝庄严土、相即光土有啊，伊无共一个所在啊，极乐世界伊是共一个所在啊。诶，咱来知影。下面，咱过来看下面这段。是极乐之真实因缘，即句真重要，伫遮总结。极乐世界真正因缘，即、这个话讲了真正确。因是虾米呢？依报随着正报转啊，你家己无烦恼咯，有道德有智慧，其他的人拢是圣贤呐。换句话讲，你家己也是圣贤呐。圣贤人所居住的环境。你可想而知啊，迄、那个环境会变作什么款呢？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，咱阁看下面这段，此等庄严，同居是正常善业所感。这个正常善业都是念佛，亦缘五品官所感。这个缘五品官，缘是缘教，缘教内面讲的这五品官，五品官下面啊，官何来对讲？随喜、道相、解说。兼行六道，正行六道，这是讲修行啊。让咱会问讲。有下下君王星的，这个真多啊！
古早时都有，现在也有，唔捌字，无读过书的，也无听过经的，什么都唔捌。但是什么呢？伊家己感觉到人生真艰苦啊！有人甲伊讲啊，连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，就会当离苦得乐。伊啊，相信为真，如下至宝，悉心大地念即句阿弥陀佛，伊成功了，真正往生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头前讲的正常善业所感。你还知影什么是正常善业？念阿弥陀佛是正常善业啊！你想看没？一心念阿弥陀佛的人，伊十善五戒具足，伊敢也阁会有害人的念头呢？害人的念头都拢无，伊敢会杀生？袂啊！伊也袂偷盗。也未去淫欲，也未妄语，伊拢总做够了。伊对这世间全部放下，无贪无嗔无痴。无痴呀、啊，就是修持即句佛号，一工念到暗，伊未无痴呀。正常善业啊，常常观想的人，地藏大师甲咱示现呢，天台家的祖师啊，伊示现。游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《刚经》说法，有个领奖的法师，要去的时阵，徒弟因这人问伊讲啊，师父啊，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咯？你极乐世界是什么款品类啊？伊甲大家讲，伊讲我因为领奖啊，领奖爱管事操心啊，袂当专精啊，所以往生只有五品位。伊实现的这个五品位往生，五品位是什么位呢？凡心动机土啊。咱知影的，地藏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啊，不是凡人啊。这个讲法，日本也有。去年我去日本去访问，看到日本人也服侍地藏大师的像啊。阮去参拜时阵，我甲日本这法师讲，我讲伫中国传说，这个地藏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化身来啊。因讲啊，阮日本也有这个讲法，是现啊，做予咱看。为什么呢？管的修行方法袂当啊，这个会用的啊，随喜啊。你敢做会到？无困难啦、啊，随喜功德啊！通常随喜对治咱一个真严重的烦恼是甚么呢？嫉妒，
你有嫉妒，所以你做未到啊。所以迄个时阵，嫉妒心无咯。嫉妒是嗔恚内面发出来啊。人无嫉妒心，迄个嗔恚一定是真暴力。虽然无端啦、啊，真暴力。大相是大刚不离分。啊，所以你的随喜，你的托相，该说就是为了别人演说了。兼行了道是随喜，这布施、乞丐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不止。正行了多，就去暗行个正行拢有啊。正行是以什么意义为众生？暗行是随缘呐。拄着这款代志，随喜去做，随缘做。正行是主动去做，比如修布施，看到人有这种布施的代志啊，咱随喜一点啊，这是兼行啊。那讲家己发起做一个社会好事，主动来做的时阵，啊，你这是正行。严修正行，拢总爱做啊！比如，东巴市政府这个市政府发起，要做一个。青少年戒毒中心，一个好代志啊！咱若随喜布施，这是兼修六道啊！如果咱看到这个社会上有这么多青少年做错代志，咱家己爱要发起建一个戒毒中心，也咱就是正修啊！这个。严格正啊，意思就伫即地啊。啊，现在时间到了。